过去这几年来，嘉伟主任在带小朋友溜直排轮。那每年圣诞晚会，他们也很期待这一刻，穿着直排轮哦，然后很拉风的哦，来跟我们所有在场的我们来宾哦报佳音。那我们是不是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小学校小朋友？小天使们，如果霸王佳音就到前面来哦，小天使如果霸王佳音可能就到前面来。